他们讲上个月我刚申请了汽车保险，大概十天后去的出现问题，我想保险公司提供服务就是拖车啦，那、嗯、车失火了嘛。但、嗯、我联络客服的时候，我给上我的车牌号码竟然没有发现在系统里面保费是重点来了啊，保费是交给代理的账户，请问我可以怎样处理，确保我有保障？So agent 讲呢，你讲 on 吗？我就出可不能给你咯，你是可以 renew 你的 road tax <ote> 对吗？嗯，嗯你 road tax 就可以上路了吗？嗯 那 <Okay. S 2> 在三天加一啊，三天里面啊，加一天啊、uh huh.，agent 一定要清账，一定要清掉那车险给保险公司。Uh huh. 如果没有清啊，第五天啊 c 布 v e 是失效的，你的车的这个 Number 呢就不会在那个 System 里面出现了。那你讲你把那个钱给了代理公司，agent 有没有帮你交这个车险才是重点。Uh huh. 所以在座的各位，如果你要买车险的话，我给你奉劝一句，还是跟 agent 买对的。 但是你叫那个 agent 给你一个 credit card 的 form，你填了之后，叫保险公司直接 charge 你的 credit card，这样你就万无一失了，你就不怕保险公司的代理 direct, 啊公司啊代理没有把这个钱哦交给保险公司 direct，就万无一失。后来这个 uncle 哈、哦，到最后他发现哦，真的是 agent 没有交钱，policy, policy. 对，他就吵啊。后来保险公司也是有去查 agent 呐、啊，那个车还是有跟他处理啦。